好漂亮啊！今天空气真新鲜啊！好像有点热呢，好像怎么有点热？小姐，今天要来教大家中暑的原因、处理方法，还有如何防范。中暑的原因分成两种，一种是阴暑，一种是阳暑。简单来说，前者是避暑方式不对，后者是太热。当你遇到中暑的人时，你要先判断他的中暑程度，再去处理。中暑有分三个等级，轻度、中度，还有重度。这是五志，是刚刚中暑的那位仁兄。这位仁兄因为穿着外套，所以中暑了，你应该要扶他去树荫休息。请不要对他使用北斗神拳。为了避免中暑带来的严重后果，如何预防中暑是非常重要的。一、躲太阳；二、多喝水；三、勤防晒；四、要通风。千万不要在穿着厚重衣物时进行激烈运动。学会这几招之后，你就能成功预防中暑了。地方的武志也再也不用担心中暑了。今天的宣导影片到此结束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不要忘记点个喜欢。想要持续追踪我们的影片，请点下订阅的按钮，还要记得按下小铃铛哦。
人人。